看在我介绍给你女朋友份上，你就会骗你吗？干，介绍我，你每次这样讲，我就知道他妈一定有事情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有这么好看的事情给你妈介绍？你知道那恐龙可以变成方块带走吗？有有有，今天看到观众有这样跟我讲的，我来试一下好了，是直接加血啊，我不管了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变了一块方块了哎、欸，哎、欸、那个东西变方块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。然后使用之后就跑出来啊、喔，那么方便啊、喔，哇塞。带走了。哎、欸，感谢麦德的五港币，阿里嘎多，一定是我女儿的加持，太棒了。是这样子讲。以后找你开台，我就有钱了。睡哦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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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赚，所以你要分我一半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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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那只小只是什么？那个是美格龙。我们来抓一只会大便的剑心象好了。我后来发现那个什么无齿翼龙那些都要晕的，又要晕的方式，才不好抓到。是哦。对啊，我觉得我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对，是肥料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先去那个周围看一下好了。我看到他周围好多野外任务跟那个遗迹哦。有，你野外任务你做完之后，他会给你一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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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曲什么鬼的。是哦。这样好像有我怪大没在玩啊。感谢韩凯卫的超级留言啊！求娜娜怪蛋好友啊！怪蛋没在玩啊。怪蛋是什么东西？怪物弹珠啊，那个手游。哦。你记得吗？我知道，我现在有点热。那你的肥料，你的肥料是用不完的，有没有？哦呦，抓到了，把它变方块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变方块？可以吧？变。它卡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吗？有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还可以学什么？我们刚刚有升级。我有点看不懂的东西。肥料箱，哎、欸，渡渡鸟的窝、欸，哎，渡渡鸟的窝。哎、欸，看啊，嘟嘟鸟的窝。哎、欸，睡眠键有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做睡眠键的。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，我们还有雪球什么东西啊？这也太有趣了吧！弟弟做那个嘟嘟鸟出来好不好？嘟嘟鸟家里有一只啦、啊。没有，我坐在他的那个窝。窝？等一下。对啊，就那个。我先来做一个木质盾牌。哦，那书架是干嘛的、啊？最后第二个、第三个吧，没记错的话。等一下、啊，第二排。我要先放一张床，因为我怕我等下死掉回不来。死吧！不要啊！哦，我的家超空旷的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空旷之家，有人说难听一点，不就是强奸药剂吗？你是说那个睡眠药、哦？谁会想要去强奸恐龙啊？神经病啊！没有啊，也可以放在人类身上啊。哦，也是哈。干，我都没有想到这里哦，这个想的这奇怪的东西，到底怎么都想这些？没有，我只是帮你把观众想讲的话讲出来而已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渡渡鸟窝怎么做、啊。为什么还是不行啊？哦，它是要八个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字真的很难看，我以为是六个。看，到底是六个还是八个？我看八个。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字太粗啦，看不清楚啊！好，终于可以做了。哦，感觉很屌哦！要放哪里好啊？我感觉就是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可以放在外面。好，这里说好的鸡呢，要自己抓、啊，抓举雌性渡渡鸟。为什么？三小骑太快了吧？不是，这只是冲三小，而且你不觉得他这个版本的嘟嘟鸟非常的讨人厌吗？他那个眼睛，难怪他会绝种。这绝种是有理由的吧？这个应该是我们家那一只吧？我们这里面不是有一只吗？然后这一只是我们取个名字好了，你们要叫什么名字？我们看一下他会不会直接过去啊？然后他是不是就消失了？哎，他真的消失了、欸，所以说他是可以把所有的渡渡鸟都丢里面去哦。啊，这用途到底是干嘛的？全部关在一起吧。那我们可以多抓一点啊！你看，那边好多只，我们弄个养鸡场好了。
我靠，有只雷龙跑我们家里来了！我的天啊，不要把我房子踩坏就好了，拜托。因为我挺好奇，那个雷龙会不会把房子给踩掉啊？我会怕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踩啊。你看，他现在已经踏在我地基上面啦。应该是不会吧？拆了我应该哭哦。他只能放，他一次只能放一只哎、欸。抓取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有靠近就行了啦。哎、欸，可是只有这只在嚣张啊，这只是怎样定格了是吧？好玩啊！抓取雌性，不行了，为什么？难道你抓的那只是雄性吗？雄性不能吗？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，这到底是什么作用啊？我们看一下、啊，这一只是雄性嘛，配偶加成，抓取雌性，两只雌性，那、啊、只能放两只，那、啊、这只就给它放生就好了。只能放雌性，不能放雄性吗？对啊，只能放雌性啊。哎，算了，我不管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能做些什么。岩石的话，有人说去地方任务。对啊。哦，我的房子。我的房子，干你整只插进去，冲山小啊！哎，我操，还好没他、啊。看这样给人活吗？哦，有前面有一台机器，我看到了。弟弟不做地方任务吗？有啊，找到了、啊。对啊，我正在找啊。我想要看一下这任务到底是在干嘛的。他说什么？难度一驯兽大师。然后驯养一个生物可以让你更好生存，请完成交付。使用紫色果像获得剑心像。哎，我剑心像才刚抓、欸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还是很在意嘟嘟鸟眼睛。我跟娜娜喵怎么认识的？玩 Overwatch 认识的。我还记得那一天。你干嘛说出来？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不能说出来？你应该跟他们说我是你女儿啊啊！就是在 Overwatch 回来的，就 Overwatch 认Overwatch 相遇啊，才发现原来是近亲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把它变成方块吧。那我们要怎么交付任务啊？回去吗？过去那边按 E 就可以了。这个前面有一只很讨人厌的家伙。滚！哎、欸，可以抓哎、欸，把他敲晕了。这家伙我印象中是吃大腿肉来着的、啊。哇哇，你可以吃蛋吗？哎、欸，我忘记要怎么丢食物了。按左键两下，没记错的话。他会吃吗？哦，是丢下面右下角。我没有肉啊，下我把我的肉的全部拿去烤啦。烤了给他吃啊。啊、也是可以啊，等一下我先还任务。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是吗？对啊，就那个箱子。土地特权证书，可以使你的土地特权延长一段时间。应该是就是特权吧，就是别人没办法侵犯吧。啊，可是三角，可是雷龙一直在侵犯我家、啊。干，还两只哎，他妈的！冲山脚？为什么你要进阶在这？啊就出生点啊，我哪有什么办法、啊？出生点就在这里啊！那、欸、我们可以先来抓一只飞行生物好啦，反正我有做麻醉剑啊，这个不能丢进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剑心像不能丢仓库里面啊。然后驯服一下我们的那个叫什么？我们的无齿翼龙。够了、哦。我很怕我等下打到他，我就往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曾经在敲木头敲到一半，有一只剑心像只是路过而已，然后我敲到他，那我就差点死去，差点死去，好不好？看，这是超无眼的、啊，我要这个，有这个才可以做师傅。右键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哎，不行，我拿盾不行，只好把盾拿下来。嗯，哇，扫描。我要这个啊！然、啊、后你可以，然、后、哦、上面的好像就不是石头啦、啊。对，那是黏，那个是泥土。对。这个这是诅咒草块是干嘛啦、
对，要同稿才可以打哎、欸，要同稿才可以打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开始要做个长矛了，哦，我十八级了，好爽哦！这个声音听起来真舒服啊，拿来做一个长矛。好了，我们的武器蓄势待发，我们棒棒换一下了。哎、欸，他这是弹药哎，难不哦，他也可以右键丢，啊，丢完可以再拿回来，还好，吓死我了。这跟方舟生存进化是一样。后面吧。嗯，现在还在公测，现在还在公测阶段。为什么你要杀兔兔？不要走！别走！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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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有飞行生物了，太棒啦 ！Oh yeah， 给你吃肉。我们还要等一下这饱食度啊。然后抓，好好笑、喔，那个声音，不用啦，他的昏迷指数很高啊，不用再打晕了啦。而且你们不觉得他这个图案好像魔物猎人的图案哦、喔？那个图腾超像的、欸。有啊，有点像。哎呀，所以说你哪时候要来玩魔物猎人？啊？你哪时候要把你的 PS4 拿给我啊？我 PS4 已经买一个新的。哦，那个哦，后来我不想买了， Go! 我跑去买 VR 了。你有买吗？姐姐买吗？好不好？这是免费游戏吗？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没有，我没有买给你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买给你，我没有买给你。没关系，我会见到你更多妹子的，有没有？不要了，你贴全部都是那种胡须女的那种风格，我不行。你就跟我说你喜欢那一种类型，我当然就专门找那一种类型给你啊，有没有？喜欢跟找对象是分开的，好吗？对象要找适合的，那种只是纯粹欣赏。那种就像你平常比较喜欢看小鲜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想跟小鲜肉在一起吗？好像蛮不错的哎。哦，好、啊，算了。弟弟有没有一手改变你？问错人了，有没有？我问错了，但我没说，好不好？所以，你凶什么？走开！干什么东西？我敢走投龙！哇，维欧啊！啊！去死！哎，干不行啊，会死啊！大哥，你等级很高啊！啊，还好活下来了。拜托，节目效果好不好？以为我真的会死掉吗？打得好吗？不会好吗？节目效果。其实我们可以补麻醉剑吧？我看射下去加多少，搞不好加很多哦。他应该死不了。哦，加好多、哦，死狗瘾哎！可以省黑狗了，射一箭就好了。我看一下地图。那你要省黑狗干嘛？你黑狗给他吃不是更好吗？对哈、哦。我只是做测试，我们要有实验的精神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要有实验的精神，我们要让大家去做比较，说给他吃，与其让他吃，与其啊让他躺着被麻醉箭射，不如给他吃黑果来的有效率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证实了，我们这个实验的精神，到时候做个安，我们就可以飞天了。哇！好像要三十几等欸，哇，尴尬了，那我抓你干嘛？欸，他现在能做的安好少哦，那我们快要抓起来了，再一块肉吧，再一块肉就可以了。两个。他现在吃东西也多，我觉得你再放着一块肉会比较好。哦，不用了，站起来了。他起来啦！